随着电影《小时代》的热映，主演柯震东和大姐姐萧亚轩的恋情再次成为焦点，而关于两人分分合合甚至新人插队的消息更是让柯震东焦头烂额。可遮遮掩掩打太极总不是办法，在编导智慧的追问下，虽然磨磨唧唧，柯震东还是首次正面承认了与萧亚轩的恋情。媒体写什么你不管，但是媒体写的东西有多少是真实的呢？然后 你有多少人认可的？零，都是假的是吗？对，也就是说你跟萧亚轩现在不在一起是吗？没有，我是指其他事情，对，很多事情。